小贝啊，干嘛？赶紧把行李收拾一下，咱们今天回家。今天就走啊？对啊。高速路通了吗？通了，稍微有点堵车，不过能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啊。今天是我们在何飞姐姐家待的第三天。这两天呢，路上一直下雪，结冰封路的。我们想走，但是没有办法走。不过这几天啊，四个小孩在家里面都快把屋顶掀翻了。现在路况终于好一点了，今天无论如何咱们都得回去。今天就走啊？对啊。你不知道我这两天着急回去什么原因吗？咱们家大棚啊，这两天一直下大雪，我怕给压塌了。再者说了，我妈一个人在家扫雪除冰的嘛，我也担心她。还有啊，就咱们家大宝马上开学了，你不得提前回去让她收收心啊？确实也是，俺妈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那今天就回去吧，我跟我姐说一下。行。姐姐，咋？我就跟着干的，跟着就干的不是？你看人家也就干了不是？赶紧有时间办，我那一会儿呢，我就去办电脑。你等我也不知道啊，有时间都得扶着我走啊。你都找那个车子跑来跑去的，那鞋都滑点了。对，我刚查了一下路况，好多，现在能走了。能走，那高速不走这里吧？稍微有点堵，但是能走。对，你不知道，你等点儿了，对吧？车不用高，在县里的走。找你天天上这菜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几个小孩在。没吃，不要紧的，我先俺爹在耍，不要紧。几个小孩现在把家里搞得，我感觉都吃炸弹炸了一样。那也没关系，到时候嫂子找着，跟着不走，要跟着我一点去耍去，不走，跟着不走。走喽。哎，跟着不走，人走，我没做好心理准备，对吧？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，不准备，不留，对吧？跟在县里，现在等去耍了。大力啊，在县里呢，哦。你做主吧。姐妹俩难得聚在一起啊，刚刚姐姐一直挽留着我们。确实啊，我们来这边的次数也太少了，所以我跟小贝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再打扰姐姐姐夫一天，明天一早我们启程回山东。小孩也难得出来玩一趟，今天带他们几个出去逛一逛。逛可以啊，咱们得先说好，这两天姐姐姐夫那么热情的招待咱们，今天全场的我们俩买单。行。出发，坐地铁。出去嗨喽，走。可以坐地铁了。开心啊。看看路上全都是雪啊。去哪里啊？去步行街买好吃的去。又开始飘雪了，先来一点生煎。给小孩先垫垫，一口一个。哎呀，雪中漫步了，看看。我们也浪漫一把，白头到老。大力要吃辣哭鼻，挑战一下辣。小孩先开吃了，辣不辣？辣。大人吃鲜辣虾，开动！哇，辣虾我的最爱！吃饱喝足了，给大人拿罐嘛，给小孩买点零食。燕、yeah, ，想吃什么自己拿，让你小姨买单。好吧，看你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。你看他怎么这么大呀？好大一只哦！买单喽！刷脸啊！刚刚带孩子们逛了一大圈，现在又回到姐姐家了。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明天呢我们就要启程回山东了。我知道这次带小贝回娘家他根本就没有待够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家里面一直在下大雪，我们也担心啊大棚会不会压塌，而且、啊、我妈自己一个人在家我们确实不放心，所以啊只能等到下次啊大宝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合理呢把时间规划一下，到时候啊带小贝回娘家多待段时间。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明天见。